你认识叔叔吗？认识。我是谁？任贤齐。哎，谢谢你。你平常会怎么样听到叔叔的歌？我妈每天都听。你有没有觉得很烦啊？还行。听过叔叔哪首歌你最有印象呢？心肝宝贝，还有心太软。哇，妈妈唱给你听还是爸爸唱给你听？妈妈。妈妈。我爸爸不听。你认识叔叔吗？认识。我是谁？任贤齐。哎，谢谢你。你平常会怎么样听到叔叔的歌？我妈每天都听。你有没有觉得很烦啊？还行。听过叔叔哪首歌你最有印象呢？心肝宝贝，还有心太软。哇，妈妈唱给你听还是爸爸唱给你听？妈妈。妈妈。我爸爸不听。那请问爸爸有没有来？没有。果然爸爸没来。那爸爸从来不唱叔叔的歌哦。嗯。那爸爸都唱谁的歌啊？我爸爸什么都不会唱。妈妈说他要点《爱江山》，更爱美人。哇，妈妈，妈妈是一直拿着手机拍你的那个是不是？谢谢谢谢谢谢你这么可爱的女儿。一起来吧。人生。来呀来个酒啊，不醉不罢休，愁心烦事别放